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说我抓到你了啊！谢谢两个卡是吧？他这个应该是八千场，因为要乘二嘛，他这个是胜场。八千场了差不多，可以再玩一玩，要一万场了。玄学的意义，我必须连同希望一起毁坏。还行吧，小砖。这个圣人应该是补位的，玩 ADC 的。目光之眼已被拖下，挖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啊，没事，还行吧。我感觉我都活下来了，这波尽量五级再 Q 啊！啊，算了，等不及了。原地压的，原地在那，哎，往后拉，拿盾枪，黑兵，先去扎他一刀，进场，拉小兵，追他，原地跳，扔刀剑，三级 Q 伤害就起来了，那打人还挺痛的，这波继续再消耗一下。我两个 CD 现在那个就稍微起来了一点，剩下130，慢慢 Q 啊，一下130够 Q 了，就只有130一下。这个是啥呀？再耗他的血线。一定要升级了，好了，输过了，哎，别着急，再拉一下，等下一套技能。哎呀，开盾了，带着，连着，你说，啊，只能这样了呀，他比较难怨，你知道吧？我已经很细节的在各种拉了，但是。只能一换一，我跑不出塔。他们将称我为弑神者。怎么找？我怎么找他？找不了，线太多了。
有黑心 Q 他就痛很多了，不然跟个马路一样打不动了。人来了吗？没有，他没意了是吧？你看他，多少块钱？不干。我这马路会来，他肯定去刷野。那我把这波清，提前清完，我就直接走。可以可以，互相给个面子嘛，是不是？他也不抓我，我也不抓他，是不是？吃了果子回家，啊？吃果子回家怎么了？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主播也经常吃果子回家，啊？我就爱吃果子回家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操！我感觉要露车，还是露。完美的拉防御塔，防御塔一直叮叮叮不打我呢。口头警告。拿我一口有额外加成的，我点了那个回血，我回的会更多。追，先挂点，先去一个 W， 多少段？三张兵。啊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不能死去。甩电！挑战的凡人，我就在这儿。炮车都漏了，肯定不能放过你。走近点。你好。生物了啊，断墙了哥们，这里有一个。失误了，兄弟，我脑残了，我他妈 A 半天没 A 到他，链子没甩到。不好意思，然后我要 A 那个卡莎，他隐身了，因为他这个要点到他才能 A 到他嘛。我在鼠标往他身上找的时候，他隐身了。出的影魔刀得我来打他，出的影魔刀说白了，他觉得。
我觉得 AP 威胁大，我砍死他就行。怎么还在打字啊？一个八个的猛打字，不理解。真是一马当先呀，人马！我就动不了了，撤了吧！算了，下一把又也没有发起了，没事，就当碰到了个傻子啊，咱不跟他计较啊，没有意识，主要大哥也没发话，如果这个暴君发话了，那我一声令下我就直接点了啊，毕竟你我兄弟齐上，大哥没发话，那二弟就不插手了啊。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。